约会，带领花莲市长陈智宣及各位长官虔诚敬仰花莲县平乡关圣帝君，热诚心志，诸天神佛及众神佛顶奉香参拜，上香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事事无灾、八节有庆，拜再上香，再求社会祥和、满进献、接财婆进献。我这个国家会使搁较好，啊，咱嘛希望咱的圣天公能够香火鼎盛，继续来保佑我们地方。也在这里，我们多谢大家对咱的民进党的支持，我咱的民进党会使一步一卡伊行到今嘛，会使搁继续来承担更重的责任。那么在最后再一次要向大家说。下一个来，下一个这边。新年快乐！好，这边走了。